外面好像很激烈，那要不要出去帮忙？你去啊，我会在精神上支持你。我们就这么干站着吗？嗯，我不介意你蹲着。之前老村长说这饿死鬼不会进屋子，这不合逻辑呀。为什么屋外危险，屋内却是安全的？难道屋子里有克制饿死鬼的东西？你在那嘀咕什么呢？可是我一点感应都没有啊。除非是我太弱了吗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等等，外面没动静了。等等，别，似乎他们都不在外面了。那些尸体也不见了。这小鬼实力好诡异。什么？好快！还想走？饿死鬼吗？就让我超度你们。被包围了，陷阱吗？有意思，那就一起超度吧。这些鬼居然攻击那饿死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